黄正文。好啦，咁今日你带咗咩 video 俾大家睇睇？浪漫风暴。浪漫风暴。咁我知道呢一首歌咧，亦都系嚟自佢92年嗰张唱片《Coming Home》入边吧？即系我美国翻嚟出嘅第一只唱片入边嘅首歌。系啦，咁一翻嚟出呢张唱片咧就好巴闭啦，因为有好多首 hit 咧就上过台嘅，咁啊包括有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啦，《Miss You Night and Day》咧，同埋呢一首嘅《浪漫风暴》噃。咁啊，呢只歌我自己都好中意噶，咁嗰个 video 咧都拍得几特别，好特别嘅，好特别。点特别法？好简单，简单嚟又好特别咯，睇下。咁特别，咁你睇睇啦。有啦，咁转啊转啊，好多灯光咁啊，嗱，好多人咧觉得啊，王菲咧就好酷啊，好冷啊，好难以接触，好惊啊，唔系啊，你冇讲到我咁啦。咁究竟你对于咁人哋俾你咁嘅睇法，你觉得点啊？我觉得唔明白咯，点解人哋会咁样？其实我唔系啊，我唔酷噶。嗯，你好玩得嘅。即系我系比较惊同陌生嘅。傾偈或者比較唔係咁快適應陌生嘅環境咯，咁就可能採取一種靜啲嘅態度。係咯，咁人哋可能誤會咗我咯，咁啊唔了解咯。導演咧其實都拍呢個 video 嘅時候咧，我諗都係想捕捉你呢種神髓，咁所以頭先咪見到個 video 嗰度咧有個燈光咁轉下轉下，睇唔曬黃正文個樣喎，睇到少少啫，係咪咧？咁仲有啊，有啲黑白嘅跳舞嘅片段咧，俾你咩感覺咧？黑白跳舞片段啊，黑白冇色彩啦，咁又神秘啦，但係跳舞又狂野喎，咁真係咦雙重性格喎，好危險喎。好啦，咁喺下個禮拜嘅時候咧，依然咧都有呢個樂園 video talk。我哋下个礼拜咧就会请嚟另外一位嘉宾去介绍佢另外一个 video 嘅。今日多谢晒你 ，OK， 好，喺呢个时候，会啦。